到底下有三十米啊，无法无法进去，鱼比较多。蛮恐怖的，那时候晚上洗的，然后没有灯。下一组，来一组四节。谁呀？第二组。对啊，第二组啊，还在问谁啊？说说看。哎，不要现在才开始读啊，要早就读完了，人家才开始读，我怎么等啊？下次遇到这种状况，直接扣两大点。好啊，好。啊，陈宇，刚刚是你们组名词的。好。不要我先讲吗？好啊。好，你讲吗？一起讲吗？来，一起。没有一起讲的，等到一起讲的来。快点，你们这组。一只是张，他是师姐，嘿。好的。好了，没关系。不要扣点。不要，这不用扣点了，已经。一只是姐。他是讲时间的单位，还有他测定单位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标准。好，然后他说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所谓基本单位就是他的这些定义都是建构在这个秒这个单位上。嗯，然后，他里面有做一些。以日为时间单位的比较，例如什么平均太阳日和太阳日和本星日，本星日，这些以日为单位的时间比较，然后在测量时间，它必须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要，注意的要素，比较少，注意的要素，好像它要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样才可以比较，准确的去，就是每次测量都才会是一样的，让人测时间嘛，就是测时间。例如这样，你必须像沙漏，因为它的那个进出的那个孔是一样大小，沙漏数量一样多，然后它受都是一样，都是地心引力，所以它沙漏这样沙子从上面上层跑到下层，走完时间基本上每次都会。对，像那个是比较周期性的，而且稳定的计时单位。好，我先做到这样。小伟，有没有补充的时候？没有补充的。好，其他组们补充的。有一个问题。你说问题。沙漏里面的沙子到底是什么？它是单纯的沙子吗？它单纯是沙子。它不一样。所以说它弄的嘛，所以它干燥的很好。它干燥的很好，没有错。刚刚浩鑫讲一个重点了，如果是沙漏的话，如果是这个沙子湿的时候，它掉的时候呢，它掉的这样子，它不就全部掉下来啊？它有一个黏住。哇，这个沙漏形状。啊！讲到沙子这样子，我画错了吗？对。画的不好吗？没有没有，沙漏大大，艺术。沙漏啊，艺术型沙漏啊。对，你这人讲已经做好了。沙子在掉的时候，假设掉的是沙子，对不对？我开始往下掉，正常来讲，它是中间往下凹陷，对不对？往下凹陷，然后慢慢掉下来。可是有时候掉到后面，如果说它有点湿湿的时候呢，它就会卡住哦。粘在地上。它这边卡住哦，就卡成这样子。然后晃一晃，要晃一晃，但是它不准啊，时间不准。这东西叫做架桥，啊，像专业名叫架桥，它那些架桥住了，卡住了，就跟你那个勺子跟布了啊，勺子腿部的。哎呀，这样的部长，不是木吗？问题，木布是什么意思？桥木的桥，木布是桥木的桥还是木布什么？桥木，木布是桥梁的桥啊。啊？那何布什么？没有这个字啊。你帮我查一下。木布啊？木布吗？是木布啊。因为我印象都是何布。自创。没有这个字吗？没有何布吗？没有这个字。真的、啊？那我写作这么多年了、啊，架桥，架桥了，它就卡住了。你可以试一下哈，有时候跟摆石头一样，你可以摆这个空间，那石头摆摆就卡住了，就可以摆这个空间，就是概念嘛。那因为我们假设有水，水跟水之间会有粘，会有粘，
会的那个叫附着力啊，水跟水之间会有附着力，所以当这个沙子有水汽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架起来。所以你越干燥的沙子，它越容易架起来。另外就是沙子本身的光滑度啊，这沙子有些还经过岩膜磨成比较圆，如果它是沙子是长这样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架起来。不知道是破的什么？它那凹凸不平，但是需要卡水。对对对，你这个沙子越凹凸不平的，它就越容易卡住。好，所以它有时候需要研磨，把它沙子磨得像圆球一样。还有另外一个会产生价值原因是沙子的尺寸啊，你跟这个孔径的差别。假设你的沙子的尺寸跟这孔径差不多一样大，又一个沙子这么大，是不是两个沙子、三个沙子差不多？啊，所以这种情况也容易架桥，所以它的孔径大小也有关系。啊，沙子是要挑温的，错吗？对。好，那么问题是。我喜欢第二，哎，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现在在找讨论时间跟设定。没错，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规定的1秒怎么来的？你现在规定的1秒吗？你现在规定的1秒是用那个3号动出来的吗？还是半路的？还是当反？不是啊，我们是应该是原住原震动的周期。震动的周期。对。居住的原住。不是的，那个就是以不是以没有叫以色这东西吗？为以色为就这个是中文字，我帮他为文章翻译的。但是他中文，他这个以是用的意思，所以以是用的意思啊，为是是的意思，就现在的标准是用色元素这个意思啊，不是为以就是以色，没有以色这个元素嘛，就是为以就是用是用这个意思。OK， 哎，如果我问题，是你说，因为我们需要摄入有部分需要我们吃里面很多主要摄入的，这个东西，对啊，没有为什么，这东西是找的，他们去找一个比较不容易受外界干扰的，啊，就是找个喜欢的，不是找个喜欢的，一定要找个不找个稳定不容易受干扰的嘛，就刚刚为什么找铂一金属，为什么不用铁，为什么不用铜，不容易。对嘛，那一定很多因素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嘛。我相信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不会说，因为我找到了，所以我要用我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设定的时候用我喜欢的，没有人这样的。那不是以前大英国协那时候，那个国王高兴说用我的脚当成一尺，他就变成一尺啊，没有人这样的啊。所以这都是讨论出来的。对啊，可能说嗯，那个补充一下好了。就是说现在那个德国科学家，他自制一个钟，他重新定义两个单位，是的。OK， 好，谢谢。啊，他说有德国科学家，他重新制定一秒的，他重新制作一个电子钟，他不知道，所以其实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下次你要找一个新的补充。我告诉你，我知道了，这个某个德国科学家在几年几月，他设计一个电子钟，这电子钟怎么设计的？它的进步为什么比原来的好？他说这个所以然啊，不然否则一件普通的讯息是没有意义的，对大家都没有一点帮助。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大家觉得受惠了？收获了。真的、不错不错，蛮仁慈的。他们是有一些广告商，有他们都是高医生，我了解。他们也是嘛。哎，不要那个，有些表示的有点无奈，不好意思。好，那个还有问题？各组其他问题有没有？有啊，我有问题啊。你说。我想知道那个就单摆的，哎，它这边写的部分。单摆的周期的，它的那个公式一点二的位置嘛，是不是？对。啊，这是推导出来的哈，在我们现在推导。好，这部分麻烦你做个记号啊，它跟解决运动有关。好，这跟我们后面在做力学的地上都有点关系，所以我们以后再讨论。因为现在讲你们基础还不够了，我现在讲没有用。一四二解，不是放在一起吗？第九页的一四二公式啊，公式一四二。啊，这曾经在问这个，就是问这个公式怎么来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啊。但是我现在跟你讲，可能我们要把前面都补充完，就干脆全部上完了啊。这个我们晚一点再讲。在后面的题目你可以先用啊，我去写啊。你有公式的，你可以先用啊。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大 T 是周期。啊，大 T 是周期，什么是周期？
周期，同学定一下什么周期。两百。好。来说看。平均分之一。你这样没有解释。从点出发回到这个点。OK， 非常好。就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假如这样的运动，我从这边开始计时，回来这个点，这叫一个周期。啊、哦，你自己讲平均分之一、啊、怎么样？没事啊，我自己讲平均分之一，那我们请平均是什么？啊，你那边就要用另外一种来解释这个周期、啊、所以今天在解释它的时候，要用最简单的来哈。好，好，不要用那种，就是用一个又用一个新的名词哈。啊，那既然讲平均，讲平均。平均就是对。那就没有意义啊！不，那就没有意义啊！啊，平均比较。那我们已经走了。一秒可以走，就是他在他假设单摆就是晃这样，就是他一秒可以晃多少个单摆，可以晃多少长度、弧度。OK， 好，来，子龙，什么频率？看，你刚讲一个陌生的名词，搞得大家都要重新再思考什么频率呢？说看什么频率，谁会说的？加一小点，那你说。那个，你单位时间内，他的次数，你单位时间的次数。OK， 你单位时间次数好，加一点。我就刚讲很好。很好啊，很好啊。对啊。就是刚刚你那几个音。是我刚才讲的没有错啊，只是中文表达不太好而已啊。你看他刚刚讲没有错吗？好像错蛮多的吧。是差很远的，你要讲说弧度、周长度，那个都没有关系，那跟频率没有关系。哦，那跟频率没有关系。一秒走的，然后一秒做几次？频率简单讲，就一秒几次，就这样。哦，所以要除以加加，没有除以总嘛，就是几次。加加，哦好。OK， 没关系，我懂。简单来讲，你看哈、哦，我只是在我这样的晃动，你说的频率高不高？跟这样的晃动，频率高不高？那频率一秒几次嘛？啊、哦，这是一个相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真正计时，那你可以感觉嘛。我这样的频率跟这样的频率，啊、哦，但是我们在乎的是那几次，一秒钟一个单位时间几次，啊、哦，周期跟频率之所以相反，为什么？是的互为导数 ，f 是频率 ，t 是周期，为什么 t 会等于 f 分之一？为什么？那是频率啊，刚刚讲了，频率我在写都想了，频率 frequency 频率。对，周期为什么跟频率不会导致为什么？来说，没有，你不举起手，哎，你觉得你觉得从你举得很自然嘞、欸。我说，因为我说频率，周期为什么频率分之一，马上举手嘞、欸。对呀、啊，多少的事情都跟你说。我就这边说，频率它指每个时间内它的次数，然后那个周期是每一次的时间不方便吗 ？OK。数学。好，同学，你听得懂他说什么吗？啊？没有听懂 ，OK？ 就是对，解释不够好。假设我把它为时间先设定为一秒钟，频率是一秒多少次，周期是一次多少分，OK？ 这样听懂吗？想听懂，你看，一秒十次，我的频率是一秒，我频率是十的时候，一秒几次？十次，十次，对不对？所以一秒除以十次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每次几秒？十分之一。每次几秒是不是周期？对不对？刚陈宇讲的嘛，假设我们这样单摆，我从这边摆，我通过它从这边开始出发，绕完一个周期回来，这个点算是一个周期。假设我每秒有十个周期，那请问每个周期几秒？十分之一嘛，就把那个一秒除上十次嘛，就是变周期。所以简单来讲，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啊、哦，就这样来的。OK， 好，二拍没问题吧？二拍，我们要讲一至二这个公式呢，第九页，二拍没问题吧？我只想知道它怎么来的。二拍是你圆周的意思，所以我刚刚讲到讲简谐运动，啊、哦，我讲那个圆周运动的时候，我们提到，因为二拍就是个圆的意思。好。好 ，OK， 这样没问题吧？就是在这个单位上。一的单位圆上面，再讲一下，就是在单位圆上面它的圆周。不能讲单位圆了、啊，因为它有个距离，有个 L， 啊，它有个半径。哦。啊。基本上啊、哦，单摆这样的运动哦，你看它周期，你可以想象它可以，它也是这样的周期哦。
上周期是一样的吗？他这样运动的周期跟他这样运动的周期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运动跟刚刚想象成一个圆周运动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跟他的那个跟他的半径跟他的圆有关系的，所以你在数学公式上，在物理公式上跟他拍基本上都跟圆有关系啊。拍，对对对，不是那个拍。好 ，G 是什么？重力加速度。重力加速度嘛，所以跟我们力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假设我这东西单摆拿在地球上，我测到时间跟在月球上测到时间是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好 ，L 是什么？摆长。摆长，对不对？摆长。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周期跟摆长有关。我摆长越长，我的周期越。摆长越长。周期越大，这个、经验吧。最需要再想一下，要在摆长越长的时候，它就摆的比较慢；摆长越短的时候，好，再摆一下。这样我的手不能当实验品，但是我只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哦。你摆长短的时候，它摆的很快；摆长长的时候，它很慢，啊。对 ，OK， 好。所以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套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就看到不能胖子动作很慢，因为周期比较长嘛。不是啊，不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开玩笑，但是做到。然后，但是它跟它的关系哈，跟它关系，所以你现在理解这公式的时候，你可以拿去用。所以你看它的习题，实际上你可以去应用看看。好像有问题，我们可以拿来讨论。OK， 我现在要看习题。我现在要看习题。OK， 这一题还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有问题啊。啊，半衰期了。啊，半衰期啊，半衰期，半衰期有什么问题？多看。谁没有讲到半衰期？对不起，是我补充到，接近到我的半衰。啊，什么是半衰期？陈宇，啊，半衰期什么？半衰期，对，就是指，这样不对啊！我刚不就已经问了吗？没有问吗？我说我这一整页啊。哦哦，我以为你就讲周期啊。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啊。有，我刚刚讲，我说单摆这一边就是单摆了。我们这一页是讲第九页啊，这是讲第八页啊。哦，那我说说。啊，你说要当那个半周期、半衰期的意思。是单反，然后就是说那个放射性物质那个质量或者是放射的程度，把它减为原本一半所需的时间。对，好嘞。有听懂吗？听懂你举个手。没有听懂，来子龙再讲一遍，再给你机会。利用放射性物质的质量，那个放射长度、原子数目之类的，减为原本的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叫半衰期。好，我相信可能同学来说，你另外举个例子。啊，就像说，好像说，知道了。好。那个，我在一年前有一次。然后过了，500万年之后，它的那个放射长度那边怎么办？那就中间这500万年的时间，最后的半衰期。OK， 好，行，你听懂了？来，陈毅说，换你说了，应该解释一遍，应该可以吧？你解释一遍，解释一遍。他刚刚说什么？啊，这样，打扰了摄影机的同学。他刚说500万年之后，放射长度减为原本一半，对啊，不一样啊，没有，好，就是完全有。因为他刚说的强度嘛，就是强折块，对，现在实际上就是第二题。然后它可能
会，它有个产生辐射量的频率，然后到某个时间之后，它会，它产生量会变一半。OK， 好，那进入刚才。OK， 可以。轩宇，好，你要想听啊。我是我，那他说什么？你讲了，没错，没错啊。他做了。对啊，超人。那他说什么？你只要重复他讲过的话就好，你不用听得懂。哦。哎，你说看。他说。会要干什么？尿棒。嗯，能量棒，燃料棒，燃料棒，燃料棒，不是能量棒，能量棒是拿来吃的。燃料棒是那个核电厂里面的。燃料棒，对，燃料棒，它不叫能量棒，燃料棒。对，然后嘞？好，然后呢？对，什么是半衰期？哦，就是那个燃料爆破出来的时候就会变少，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那一段时间是它的。那个一定程度什么程度？少到一半。啊，少到一半。大概。简单来讲这样子哈，我们所有东西都。像尤其是同位素，知道什么同位素吧？嗯，知道。啊，知道。我们是碳，碳有碳十二跟碳十四，它不是同位素。这是同位素，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啊，这两个差别在哪里？碳十二跟碳十四差别在哪里？精体结构不一样。哎，差别在哪？简单告诉我，什么叫神体结构？精体结构不一样。不要太复杂了。什么叫排列不一样？中子数不一样，非常好，中子数不一样啊。中子数谁比较多？啊，中子数碳十四比较多，多几个？两个。多两个哈。碳基本上它是要碳，那它原子核里面有什么？有几个原？有几个质子？六个。有六个质子哈，有六个质子的，我们都叫做碳元素，对不对？对。那碳十四有几个中子？六个。六个中子。嗯。碳十四有几个中子？八个。八个中子，所以它不稳定。不稳定呢，它就会把中子打出去。啊，这种叫放射性，然后就打出去。好了，那打出去的量，假设我这边有一公斤的碳十四跟五公斤的碳十四，好，我们在那测得的放射性的量跟在那测得放射性的量一不一样？不一样。谁比较大？五公斤。大几倍？五倍。基本上可以说跟它质量比是相同的哈，就是你量越大，放越多嘛，合不合理？好，那我现在开始测它的放射性量。测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哎，发现有些放射性的量只有越来越半，啊，因为它越放越少。你看，碳只要放入两个中子，都变碳十二嘛。对。哦。对不对？是不是同样的它量也变少？所以它的重量会变轻。哎，就是重量变轻。碳十四的重量会变。对，碳十四的重量变轻，而且碳十四都不见了。对。碳十二变成碳十二了。对。所以它里面讲说，质量变得原来一半也可以。或者讲，碳十二会增加吗？碳十二会增加。我刚讲了课本里面虚数。我讲的这个课本就是简单的课本，叙述很烂，你就去找资源嘛，你要去找参考嘛。啊，这本算厚，这本不算厚哎，这本算薄的。普通高中。没，这本算薄哎，普通高中要十五本。那他那本讲一本，就课本都用出来。啊，但是他讲的量应该是大概是我们高中的课本的那三本四本的量。啊。没有错，你看到这边哈，你如果愿意的话，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但是你要去想办法。这边有高中课本，你可以让翻高中课本的写法。有时候我们在读书，就像你读历史也是一样。我们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小孩告诉我说，哎，为什么吕布怎么死的，在不同的书上有不同的说法。啊，不同的书，他看了很多不同的历史书。好，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为什么在我看过那么多不同的书里面，吕布的死法都不一样？那你要相信谁？我相信自己编。不是相信自己编，不是啊，你要找考据嘛，你就要去找答案啊，你要去研究啊。这本书讲的有没有道理？这本书讲的有没有道理？这本书为什么讲的比较有道理？因为它前后的关系符合很多事证，所以这本书可能比较有道理。你要去找嘛。同样道理，我这边看不懂的。我不知道碳十四怎么死的，对不对？你要去找别的资料来佐证你啊，对不对？你慢慢就知道说啊，我原来我了解什么叫半衰期，好吧，好不好？
为冷长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原来一半，这个周期就叫半衰期。啊，那这种放射性元素很特别啊、哦，譬如我现在有公斤，我经过一千年变成五百克，多久？少了，假设啦，应该其实碳十四更久哈、哦。我经过一千年变成五百克，变成原来一半，对不对？我再经过一千年，会剩多少？250。就剩250哦，不是五百公斤不见了，不是五百克不见了，半一半，就是一半一半一半不见了。所以它永远都在。永远都在，永远都在啊！会不会少到会剩一颗，然后就剩过五百年之后，它不知道那一颗该不该消失？0.5，不会剩0.5颗啊，它没有那么小啊，就是它的。它不可能不会0.5颗啊，原子不会是0.5颗吧？没有啊。好，可怜。以我们现在的状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让它剩下。对对对，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下，我们没有看到它。有限的地球存活年龄下。对，我不知道，应该是我们没办法观测，知道地球可以存活多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限的生命之下，我们要知道碳的一堆碳是不是变成剩一颗碳十四啊？这种真的很难啊、哦。这周期是怎样走的？太明显。什么意思？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土会这样化，怎么去发现这个土会这样化呢？对啊，因为他不知道过好几千万年了。这个发现力我不知道。光年粉。啊？化光年粉。你说画那个质谱凝土吗？还是画？你说画那张图吗？不是吧？画年的意思是说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减少？对啊。怎么观测的？既然我们可以从两个时间去抓到它的比例，剩多少比例，然后半周期、半元素这种，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做？就是那个数学的东西，自然对数嘛。对，嗯，那它是inverse的，对，好，整个是数学加推测，它不懂的。简单来讲哈、哦，我们在手法里面会很多的不同函数。为什么你们在高中的要学函数图形？要去应对，因为你函数图形知道。简单来讲，我们学习哈不会无中生有，我们的学习过程跟你发现新事都是从有的去发现新的，去往上叠加。所以你看呢、哦，我们在发现原子结构之前，实际上科学家把原子结构是对照我们想象的行星结构，对不对？中间有恒星，旁边有卫星嘛。你在想说中间有原子核，旁边有电子在绕。这是你之后就拿过去已经知道的来想象，最早的原子结构想象是什么？布丁嘛。他说这是一个布丁结构，里面有葡萄干。啊，它里面有葡萄干。葡萄面包。啊，菠萝面包吗？我想到是，我学到是布丁。我知道，他用布丁做法是里面有葡萄干的布丁。他说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布丁不会有葡萄干，菠萝面包它不会泡饭。他那布丁是面包布丁。他拿面包去做成布丁，我爸你吃过，我小时候吃过。他是拿吐司面包做的布丁，你知道哈？我那也吃过。他的布丁，他那个布丁里面会放那个葡萄干。那他说，以前他那个科学家想象说，我认为原子一个原子的形状就像布丁一样，里面的葡萄干有的是带真的，有带负电，就只是跟电子分布，所以它是不会动的。是他中子怎么的？那时候还不知道中子。那时候就以前。哎，你要。原子刚发现的时候，它只知道正负电就了不起。你要知道中子怎么可能？中子没有，中子没有电性那种测量。哦。啊、哦。哎、欸。那所以是，就刚最近是说测，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句话有说，拿鼻子拿一瓶香膏绕。嗯哼。那其实这句话不是说说是原子它外面膜它中间有化的，然后是用电场就亮它。那是后面嘛？那是后来去想，后来才知道。它不会那么绕，它只会凹。但是我讲的这个是过程嘛，一开始想象原子是个布丁，后来想象原子是个行星的像的结构，后来知道原子里面的电子绕来绕去跳来跳去不规则，是量化的东西。那我现在讲的是为什么学数学函数很重要，因为函数有很多函数图形。刚刚我讲那个同位球的图形，你看这个图形，那你会想说，那我今天这是一个一的对数图形。那我今天看到这个图形，我知道有概念的，这个之间的比例关系我知道，啊，好，这个 X 轴跟 Y 轴之间比例关系我知道，所以当科学家去研究发现说我的放射性元素在辐射的时候，它的量也符合这个图形的时候，它就可以印证，我就拿这个函数图形来用了，懂意思吗？对，这是自然指数，啊，这自然指数，
这个一是自然对数的意思，好的 ，OK， 好，所以这是发现的，怎么发现是这样发现的，但是发现的意思我不知道，但是经过这个发现之后，我们可以拿去推测看事实，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问题应该比较难的是说，我譬如看那个动物的骨头化石，我去推测它现在的看事实的量，我现在知道它量了，你不要推测它的量，那你测出来，我测出来，我测出它的量，那等让它放多久？你要跟别人试点吗？啊，你要跟别人试点。啊，接下来他就是对，接下来我要说，我再放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衰变成多少？他衰变多少？他剩多少？对吧？一样的，他是负的，一样的，他就跟加速度一样，有分负加速度啊，正加速度，就变成大和负成加速度。其实有些他是要对照那个，他是要对照那个标准化石，有些时候要对照标准化石，进阶标准化石。什么东西呀、啊？我打你屁股！标准化石，我们上边在讲的。标准化石，对吧？龙天记的标准化石。我讲，我讲的吗？什么？为什么它可以显示那个年代？没有错，有些化石它存在时间很短，它在这个叫标准化石，所以它的化石就可以叫它的时间。三叶草。对，那我找到这个标准化石之后，我可以找到它碳十四的含量，我可以拿着来跟我现在找到这个新的化石的含量做比较，都可以推测它的时间哦。哦。所以为什么标准化石很重要？是的。OK。好。半衰期，那所以还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接下来是我的问题啊。什么是平面向量啊？平面向量。就是太阳通过的，就是太阳。通过地球上同一个点两次的时间，哦，这叫平均太阳日吗？是吗？同不同意？不是哈，这是平均，这是太阳日啊！你刚讲是只有太阳日，那就是太阳日了。平均太阳日什么意思？均值太阳日。平均是标准秒的86440。好，那个标准秒那时候你推导平均太阳日就现在的24小时了。对啊，但是它平均太阳日是怎么来的？来的对啊，你不能说现在20小时，现在24小时怎么来的？12吉祥数字加10，因为它简单来讲，就是把每天365天嘛，我们讲1年365天，就把一整年的时间除上365，就是平均太阳日。OK， 就是平均太阳日。怎样叫一整年？一整年就是很好，就是我们地球。这时候你从，假如你现在最简单的是从那个叫做夏至或冬至开始算，为什么夏至冬至开始算？因为夏至的时候是太阳最长的一天，对，太就是白天最长的一天，然后距离太阳最近，对对对，距离最近。你怎么知道那是夏至？你可以测啊，你用一个杆子放着，它的影子最短的时候，那天是夏至啊。所以你要为了测一下，你要先就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困难啊，可能。我跟你讲啊，时间轴比较长。以前就是我们现在都浓缩古时候的人的精华，我们在10秒钟之内或20秒钟之内把东西讲完。古时候的人能花20年去做这个实验啊？就可能啊。玛雅历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演算出来的啊。他们那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可以算到我们4年前要灭亡。不是，他不是算到灭亡。我跟你讲，玛雅历这个很好笑，怎么样？我觉得啦，因为古时候人他只能说一年的开始，他就夏至冬至开始。假设玛雅人他用冬至当开始，他应该是结在冬至嘛，因为这算一整年的结束嘛。那我现在写日历，我没有在这个墙上写年历，我当然从第一天开始啊，写到什么结束？冬至结束。写到某一年的冬至结束嘛，就看这边墙多大，写到那一年的结束嘛。那你怎么可以说那年哦玛雅人写到那结束之后，拿来预测那个是世界末日？然后我说那一年。他并没有告诉你说那天是世界末日，他只是写完了嘛，他只是那面墙壁写完了，他就是写不下去了，或者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周期，就是我们讲万年历一样的一个周期，我写完那个周期了，我就不写了嘛。我是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可是很多人就是去推敲说他妈的人一定很聪明，他们预测那天是世界末日，所以那天有什么印象吗？哇，大家都在等啊！没，那是我们自己发造人的印象啊，并没有什么我说的没有天文印象，没有天文印象，那是人为造出来的印象，没有天文印象。你知道以前那个观测什么九大行星排日直线，地球会灭亡，大家吓得要死，很多人在
九大行星要排成一直线，前面两天就是自杀了。谁呀、啊？那时候就是有人自杀了、啊。他受不了啊，因为他很恐慌啊，他说世界末日来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恐慌到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直接就自杀了。有啊，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是八大行星了，怎么办？对，那你说好了，那到底排成直线会怎么样？快也没有怎么样。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概念，他们以为哈、哦，真的是星球跟星球之间很靠近，所以那个引力大了。他们的说法说，有人说，那个引力大到会把地球给撕裂。好、哦，那你要想啊，这个整个宇宙从地球诞生，从太阳系诞生到目前几亿年？40几亿年，对不对？40几亿年，没有，46是地球诞生。我讲，OK， 把那个四十几，然后距离缩短也没那么快。你四十几，他也没有说呢。四十几一年来，难道不会有任何一次的对齐吗？对不对？那一定有对齐过好几次啊。还有看过哪个星球？就是说，从你已经知道的基础上，没有说因为星球这样灭亡，没有。所以这个是你要，我们学科学就是你要用科学的逻辑去判断一个事情，人家说在对或错。好，好，那太阳是什么？太阳是什么？我们刚讲平行太阳是哪？太阳就是刚过来讲的。他说什么？他说太阳和地球太阳通过地球上啊一点两次。假设是太阳的，我们假设太阳是电球哈。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子自转的时候呢，就是红色那边面是太阳，所以我这样自转，好，我就间接的碰到它，这叫做一天嘛，对吧？对，太阳是，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平常就是说，因为每一天的长短不一样，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发的时候有那个纬度差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个白天长，白天晚上短，白天长晚上短的差别。可是你今天统计的365天之后再把它平均下去，得到一个平均差。那什么叫恒星日？你知道太阳叫什么叫恒星日？就是把太阳换成某一个。对不对？换成某个恒星，就是太阳系以外的恒星。假设那边有个天狼星好了，那请问一下，我看着太阳绕一圈一个太阳日，那是不是等于恒星日？等不等于？近似，近似于。好，那谁比较长？长比较长。一整年下来，到底恒星日恒星日比较多，还是太阳日比较多？恒星日比较多。太阳比较多。恒星日比较多嘛？恒星日比太阳日多几多是吧？多几天？太阳比较多，我们讲多了次数，就是你可以，我譬如说看到太阳一次，对不对？叫太阳日。我这样同时间看天狼星一次，叫一个恒星日。对。对不对？那一整年下来，到底恒星日比较多还是太阳日比较多？恒星日。恒星日比较多次的。恒星日比较多，多几天？多几次？多次。多一次的，多一次。我不要记得，不要记得，现在推导，现在想，现在想象，不要去记得了。拜托，我们学科学的，不要常用脑袋去记啊，要推导。多零点二十次。来，赶快加一点啊！我帮你加一点。没有没有，他没有加点，我没有加点。恒星是，我们讲那么久，要问恒星是什么？那、为什么刚不讲呢？我刚讲恒星是这样子，你都没有问懂，我听不懂啊。好，再一次哈，我这个点看到太阳，我地球自转一周，我看到太阳，这叫一个太阳日。那是太阳对不对？这地球。那就是太阳。我刚刚讲了嘛，这太阳是地球。嗯。啊，我现在这个点看到天狼星的，我转了一圈，要看到天狼星的，这代表恒星日，看懂吗？一又四分之一天。又四分之一天。九十四分之三越南，到底怎么样？好，想想看哦。好了，等一下啊，我到底会开始？看等多久？来，同学，你觉得多几天？恒星日多还是太阳日多？你猜一样 ，OK， 好。你也觉得是一样？陈宇，说一个嘛，我先猜对。那个多次是看到比较多。对，看到比较多，很清楚。恒星日多多少次？有多少？乌云遮挡。那不算，那不算。我们知道他在那边嘛？乌云遮挡他在啊。你总不会今天有乌云说，我今天没有过，今天少一天了，不会这样子，对吧？应该是一样。应该是一样。不一样。恒星日多，
多多少？多多少？365/1。365/1。1/4天。来，同学，你都没有说话，说一个。好，你说啊。多一天。恒星是多一天，太阳是多一天。恒星是多一天。好，恭喜自己。自己能上解释一下。好，扣一点。啊。看一下哈，这是太阳，这是天狼星。我这样子绕，假设我这太阳都不转嘛。我这样子转。你现在是太阳还是？这地球，这太阳。你刚。我的地球看着太阳，后面有天狼星，我看着它，我现在开始走。好，请问太阳是几天？365/365。太阳是零天。我永远这一点在对着太阳，怎么会有太阳日？这一点永远对着太阳啊！我们太阳日不是说我们绕一圈才叫太阳日一天？我这一点永远面对太阳，请问这有没有太阳日？没有。来看我们恒星日。有。恒星几天？一天，对吧？我这样已经没有看到恒星了哦。哦。我又回到这边，我看到恒星了哦。对，恒星日是一天。对。太阳日是不是比？对啊。对，恒星日比太阳日多一点。那你想想看，假设我这样子绕好，我这样子绕，对不对？一定会有一天的不状况会发生在下面，这样子，绝对会少一天。啊，太阳日会少一天。恒星日多一天 ，OK， 是 ，OK， 就这么简单，好，没问题，没问题吗？好，所以以单一一天来算才比较靠谱，还是太阳日多一天嘛，太阳日少一天嘛，所以太阳日上平均太阳日比平均形式来讲的话，稍微长一点点，好，但是通常没有人在做这个比较，那这个老实说这只是参考，因为以前的人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他用得到，好，所以他。假设你，我们再简单例子，你认为为什么现在学古典文学，为什么学文言文？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思考的？不单单这个问题哦，你要了解他们思考，你可以看人家翻译小说啊。没错。对不对？你要了解他怎么思考，你不要看文言文啊。哎呦，我翻译翻译。那你自己翻译会比较好吗？没有啊。你要想啊，翻译这个人，我去理解古时候的人用我的话讲出来。你现在直接看文言文，就让你听到谁的翻译？老师的翻译，老师的翻译比原来人家翻译可以输出的翻译的好吗？你觉得？不一定嘛，对不对？每个人有不同观点啊。那为什么要叫你自己看得懂？因为开始你会有自己的观点，对不对？重点是要你自己掌观点。可是看文言文的好处，有个功能是，当有一天你在研究很多东西的时候，你需要看到古文的时候，你会看得懂。同样道理，为什么介绍这个？因为有一天，假设你研究天文物理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写太阳日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太阳，你不知道。你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但是有一天你在看古典文学，看你的这个叫做物理史的时候，你又看到人家讲太阳日的时候，你会说哦，太阳日什么不知道，不知道。OK， 好，所以现在这只是简单的一个算命名词解释。好，这一章结束了，有没有？没有问题啊，回去哈，把那个习题。稍微看一下哈，请你看一下有问题的，下礼拜讨论，下礼拜可以拿去问哈。好，第一个周期，第三组，讲一下周期。我说物理要讲第二章，物理要看第二章。这一块教我不完。我讲过，第一章看不懂。那龙边第一章，你说看不懂，现在听懂了吗？那同学，感觉有哈？哎，同学，我再提醒一下，你在课堂上不懂的地方，你要赶快举手问。任何一个点，不要像刚刚有位同学讲了半天，就在心想：哎，刚讲太弱，哎，恒星日我听不懂，什么恒星日？拜托，讲到恒星日，我有解释过一遍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当下就提出来说我不懂，我们再解释第二遍，也许就懂，或者换个角度再解释一遍，好不好？所以。上课听不懂，你要问啊。时间不够要不要那个啊？时间有问题就问问。那这样子吗？你说第二章吗？你说第二章吗？还是第一章？第二章嘛，有问题问一问。我万一有个项目上。好，说。是那个第18页。八页。
怪鸡。怪鸡。为什么 C 向量的绝对值会等于 A B 向量 ？A 会等于 A 绝对 ，A 向量绝对值乘上 B 向量绝对值乘上 C 向量。你是说范例二之二的二吗？不是，我说怪鸡。怪鸡。为什么会这样？说 A 向量 cross B 向量等于 C 向量，为什么这样子？其中哦 ，C 绝对值等 A B sin C 的。好，我们看一下啊、哦。好，在外积的定义上，其实很简单啊、哦，它在物理上就像是力矩一样。力矩知道吗？嗯。力矩知道吗？知道。知道力矩吗？好，非常好，知道解释一下什么是力矩。来，冠远跟龙，哎，跟子龙讲。圆，一个力的。什么力矩？一个力的行动。一个力的行动。一个力的方向，就是、力的方向，一个力的大小，然后嘞，乘以上刚才讲到力矩，对，乘以它的力臂，乘以它的力臂。好，假设我现在一个东西，我这是固定点，这是我的旋转点， yeah. 啊，我这边是一个力，对不对？所以这个长度是我的力臂嘛，对不对？这是我的力量，对不对？所以它是产生的那个力叫力，产生力叫力矩，对不对？产生力矩的方向。有啊，有方向吗？啊，力矩有方向，力矩有方向，像是力矩方向往哪边？旋转。它是这样旋转，对不对？对。通常这样旋转，就力矩是向外。啊，它力矩方向是向外的。啊，这我们用右手来看啊，力矩方向向外。如果说我的支点在这里的话，这样作用，力矩是向内的。OK。它是这样子。对。所以说我们讲说力的平衡，力矩的平衡很简单，是假设这种旋转支点，我这边是个力，我的旋转空间怎么样？我怎么旋转？它这样走，这样旋转对不对？向内，所以必须有向外的力矩跟平衡，是吧？向外力怎么形成？一个是从这边施力，对不对？另外一个方式是从这边施力，都可以平衡，是不是？对。这样容不容易？我这样讲有点快哈，同学有听懂吗？不要客气啊、哦，真的，真的不要客气啊、哦，听不懂就很好。太凶了，我太凶了。对。我现在戴个鼻子是吧？红色鼻子，大家看我比较和蔼可亲一点。啊，不过我看起来就是很和蔼。真的吗、哦？谢谢你，谢谢你。好，所以力矩简单来讲，我们看有方向。好，那我们想一下、哦，想一下，同学，想一下，这个力矩跟这个力矩，假设这个力矩都是一样大，都是 F 的话。这个力矩比较大，这个力产生力矩比较大，这个力产生力矩比较大。这个力矩比较大，对不对？对。这个、力矩比较小，对不对？对。那差多少？我们是要先算它的分力。一下连起来。耶。我们是算这个方向分力就好了。对啊。因为它分力只有这么多啊，这个方向的分力是没有效的。对啊。懂不懂？平行的。它对它平行力臂的方向。对对对。这个方向没有用，只有这个方向力矩有用。啊，这个方向力矩有多大？我知道，就是看它角度是吧？是。对，你知道这角度的话，剩下三 C 的就是什么样？不用 B 的，用三角。三角。这不是 B 是三角柱。对，你只要知道这些角度之后，是不是剩下三 C 的，就是它的大小？是。三 C 的这样。对啊。对啊。那我再问。你问我三 C 的怎么来？我不这样问，你是这样问啊？我是问，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算式？没有啊，解释了。不太解释啊。一个就是 A， 一个就是 B 啊。那是力矩的大小嘛？这个力矩大小是等于这个力臂的大小乘上。哦，所以力的大小再乘上三西达。好的。好，我懂了。OK。那为什么它的方向会相反？就是只要。这是什么？方向方向。那个向量 A 乘向量 B 与向量 B 乘向量 A 是大小相等，这样方向相反。它不是应该会相等吗？两个对调嘛。OK， 好。你看啊、哦，这个力，这个距离方向是方向，对不对？对。好，那我同样的力，作用在这边。我把这力作用在这边。对啊。这个它是对调而已。你想想这两个力，这两个力，它没有交换率吗？这不交换，这两个力所产生的力矩是刚好相反，是相反在数学上是正负号的意思了，是。
是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假设这是正 A， 这是多少？五倍。五倍嘛，对不对？是啊。是啊，啊所以五伏了。可是他是说，向量 A 与向量 A 乘上向量 B 与向量 B 乘上向量 A 的方向相反。啊、OK， 那不好意思，那讲的方式跟我讲，我解释错了，没关系。A cross B， 啊，通常我们讲说两个向量，啊，这个向量，这个向量 ，cross 怎么比 ？cross 是，你看到二之七图有没有？图二之七有没有？图二之七，怎么跟图二之七画一样？二之七在哪里？在第18页。哦，啊。这是 A， 这是 B。二。好，我现在 A cross B， cross B， 它是用这样的方式，这个向量乘过来，所以它的向量是向上，对不对？对。对。简单来讲，这个 cross 你可以把这个 B 平移过来这里。就对上什么力啊？啊，是不是这样的过来？对。啊，它就是这是力，这是距离。是一个例句，是啊。那我如果 B cross A 呢？把 A 换过去，什么意思？这方向相反，这方向相反，对啊，方向相反，哦、所以另一方向变相反了、嗯，对不对？所以 A cross B 是这样子，啊 B cross A 变这样子，对，方向相反，相反相反方向，所以它加变成一个负号。是 ，OK， 好。好，向量部分，对，可以再重讲一遍了。但是还是要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复习，还有预习哈。现在是从第三组开始讲，生物课也是从第三组开始，对不对？好，记得了哈。好。